红色轿车夹在机械停车格里，车门挤压，歪七扭八，到底怎么搞的？监视器拍下车子倒车入库，确定停好关大灯，女驾驶开车门，人还没下车，明显看到车内灯是亮着。一辆机车骑过来，骑士却突然伸手按下按钮，直接骑走。机械车未启动，轿车缓缓下降，女驾驶惊声尖叫，骑士才发现事情大条了，赶快停好车，跑去按下停止钮，但轿车卡在车格，女驾驶差点被夹住，车门也被夹到凹陷。我有想过说我要把车门拉上，但是来不及，这真的来不及，太快了。意外发生在上个月初，回到现场，只要正在停车就有警示声响。骑车的是邻居，他一开始说车太暗没看到人，又改说看了没有看到人，最后说车子没开大灯没看到人，让女驾驶莫名其妙，给了维修估价单，车损77,000起跳，还没加钣金、烤漆跟底盘，对方却推脱我是做工的，没有钱，只愿意赔30,000。他连道歉都没有，从头到尾他没有觉得他有错，他说我就是节奏刚才我没记，你觉得七万七不合理？网友看完监视器直说，真的是遇到人才，根本没在看，做错事情就负责而已，为什么好像很困难？他骑机车为什么要去按汽车车位的按钮？女驾驶说按下按钮的是邻居，车子停在对面停车格，根本不同层，他人在车上，警示声都还响着，邻居却做了莫名启动的行为，让女驾驶大喊真的太倒霉。记者张春华、林智慧频道报道。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